我从小啊，对，我就学习佛法，赵不叔是我老师，这是哦，哎，天道酬勤，我就爱看书，哦，你爱看书，我爱看书，我还爱写点字，写字。朋友们好，我是北京山家行刘大爷。您说过人生有三顿饭，那到底是哪三顿呢？您跟我们讲讲吧。第一顿饭是什么呀？办满月，还有亲朋好友都来了，可是呢，他小啊，他没吃上，谁吃上了？亲朋好友都吃了。第二顿饭是什么时候啊？棉花正冒的时候，结婚正蒸了吧，亲朋好友了，又没吃上。得了，三月剩饭，活了点完了，这就是人生了。还有一顿饭，咽了气了，办事儿，亲朋好友都来了，大伙吃喝。哎，他又没吃上，为什么没吃上啊？他归西了，归西了，吃上哪儿了？上极乐世界。人就这么三顿饭，啊，所以呢，咱们这一块吃饭，这就是缘分。好好的珍惜，我就希望啊，咱们有情的人长长久久，常聚一聚。嗯，是，就挺好的了。嗯，好。您要知足当下，阿弥陀佛，快快乐乐的活着。嗯，吃好每顿饭，过好每一天。嗯。